大家好，这是我的房间，不算是啊，算是电脑室而已啊，因为就一台电脑而已，家里唯一第二台。哦，天哪，这台抽风机可是没有在运转，可是然后我就故意开一个洞，哦，那个风多大，就跟它开机模一样，然后必须把东西都给收进来。我想要到屋顶去玩玩，因为这种风雨看起来很可观，所以呢，我把夹链袋准备好了，就准备那个上楼玩一玩吧，嘿嘿嘿嘿，走吧。Oh my god，这上面声音有够可怕的。超级无敌大，超级无敌明显，试着开个灯好了。哦，天哪，声音好大！Oh my god，风也太大了吧！希望这个门不会吹到底下。哦，这里声音好大，天哪！那雾蒙蒙的，那是雨，不是雾。哦，天哪，好大声音哦！哦，滴水了，这可不妙啊！我准备我的夹电袋了。我没办法，我没有办法了。对啊，他一直撞，把它进去了。哦，好夸张哦！好夸张哦！哦，太夸张了，那个风大到我没办法把门关好。风的力量可以比我还要大。哦。下雨啊！哦，太好玩了啦，真可怕。